如果一个字形容上海，我就会说上海是我的爱。我叫 Oksana， 我来自俄罗斯，我是专业的艺术体操运动员，到上海已经有十多年，我自己也开了三家舞蹈学校，但是也继续教课，继续教艺术体操，我最喜欢的事情。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就听到了关于中国很多好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爷爷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员，到现在他也保持这个身份，所以他也一直会跟我说关于中国的一些历史啊，一些故事。我们家里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，他也特别有趣。他也经常会跟我说啊，中国也是就很努力的，也是非常好的，也是一直是往上有发展的。所以他这个对中国的爱也是分享了跟我，所以为什么我也在这里。然后到中国其实觉得确实是这样。上海有很快的节奏，很快发展，有很多语，很多文化呀，然后也特别国际化，就跟我的性格很像的。我觉得也是在上海我感觉很舒服在上海我有创业五年了，所以就我也知道俄罗斯和中国关系非常好，中国人对我很友好，我也会对他们非常的非常的友好。疫情来了，然后小朋友们我们的成人学生都不能来到这里上课，然后也看所有的店都关了，我们就有一个这种顶怎么办。我就做了一个一系列的教学这种视频的内容发给小朋友们，然后妈妈们都是非常感谢，非常觉得非常好。我就觉得那要开这种线上的课程，我们就开始做线上的舞蹈课程和艺术体操课程，但是当然这些房租呀什么都就也要继续付的，也是觉得很困难。那时候是我丈夫也觉得也有给了一些一定的帮助，有给了一些免租期，所以把这个疫情的时间我们就过了这样子的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一百年，我们的舞蹈中心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有共产党员。我觉得就是真的实话，我觉得他们都非常负责任，然后对工作特别热爱，也是想把我们这个创业一起做出来，像自己的一个创业这种一样的，像一个家庭一样的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，跟我们艺术体操也很有关系的，艺术体操也是一个文化自信，所以我们肯定是会努力往前。我们有一家店离黄浦江很近的，所以我下班的时候会经常在那边坐过去，也很放松，这个景色特别美，特别好看。所以我也会想起来我们俄罗斯有一首歌 Moscow 的郊外的晚上，那边有一句话迷人，就是这个黄浦江像肯定是一个迷人，很吸引我的。Я люблю Шанхай, 我呼吸上海。